底是怎样，一直笑一直笑都不讲话，这样是会有什么神展开啦？我说这个女的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，愁容满面啊，看我怎么跟她说话，一想到就倒胃口啊。哦天哪，这个男生长得没有特色就算了，还一直装腼腆，装腼腆是小鲜肉的专利吧，他算什么小鲜肉啊？更夸张的是，他现在不说话，不主动，不风趣，不幽默，还没有话题跟我聊。他在实施故意没有政策吗？好像我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来救我出去了。这个电话，喂，小陈吗？什么？你说你刚刚出车祸，现在人在医院？什么？你说你两只脚都断了？什么？你说要我赶快到医院去看你两只脚都还在，留到最后一刻？啊，你要撑住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朋友他说他现在出车祸在医院，然后两只脚都断掉了，要你去看他两只脚最后一眼，这样对吗？